谢谢方老师参加我们人王护国惜灾惜福大法会，现场看到这么多老朋友聚在一起，共同为台湾来祈福，心里感到十分的温暖。众志成城是我们常说的话，今天有这么多的信众在场，我相信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展现意志，必让台湾能够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能够为我们的众志成城，能够让我们能够一关又一关的度过。金星长老跟金耀法师这几年来，无论在弘扬佛法或者是帮助弱势者所做的很多的努力，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行善积德是我们共同深信不疑的事，我也期待今天在场的大众都能够用这样的精神持续的将福德浇筑于这一片土地之上。愿台湾四十五在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我要祝福我们的法会圆满成功，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谢谢，谢谢大家。